对，那反正没被你制造。这个不能叫你。这个难度和MWI。 黄州啊，没掉了，不用了。啊，蜡像馆啊，呢个广州塔蜡像馆啊，阿昂斗喺度，我就话边个人冻喺度咁耐咧，原来佢。 射饼，488米。无趣嘅世界，做个有趣嘅灵魂。大家好，欢迎嚟到老金嘅 channel。呢度系广州艺术博物馆，我都系啱啱听阿姨介绍我先知。 因为而家啲博物馆太多啦，旁边咧就系广州好有名嘅一个豪宅啊，叫做帝景苑。再旁边咧就系我哋今日嚟嘅目的地——广州塔啦。 好高，镜头都差啲攞唔到啊！镜头都差啲攞唔到。珠江帝景公交站场，珠江帝景苑呢边呢，系有一个大门。睇下条路，好似游客唔算多啊。 因为我有朋友住喺珠江帝景嘅，咁啊同我抱怨话：，哇，屌！而家咁多游客过嚟，成日塞住个门口，出去翻嚟塞车都要塞成半个钟，所以咧有一段时间一到假日，佢又要走出避难嘅啦。咁但系喺而家咁嘅情况。 冇问题噃，系咪已经将啲交通整好咗呢？会唔会系因为呢度啲停车搞好咗啊？可能系因为呢度啲停车已经搞好咗，下边啲停车场啊，各方面都做得井井有条，所以就唔再好似以前咁塞车啦。 哦，呢度有个停车场。OK 啊，仲有好多位置啊。依家呢系朝早嘅11点，莫非我嚟得太早？啲游客夜晚玩到好夜，夜妈妈瞓唔醒系嘛？ 对面就江边，有有轨电车，呢度咧就叫做渔江西路，江对岸咧就系珠江新城。
啲小販都係有啲生意啊！哎，你好，是不是我来的太早啊？好像没什么人。啊？晚上人多。哦。早上人少。好，谢谢你。真系来得太早了。中国品牌蜡像馆。这儿像跳舞。不像东方。老人看到这上面啊，李小龙啊。咦，李连杰都在入边喎。睇下先，学生票就90元，家庭票238元，几个人啊？家庭票咧就系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238元。情侣票就198元。亲子系158元。那有吃的便宜展区哦，70多。他那个租店，我睇啊，前面。呢度就系广州塔灯塔入口啦，啊嚟到呢度咧，人同车就多起身啦。这个位置应该好出相。节假日嚟广州塔，最好喺网上预先买定灯塔票。如果唔系，就尽量早啲过嚟。人太多嘅时候，现场可能冇票卖。已经冇晒门票啦，喺度排队上去，两支
支水都是廣州塔。打蛇餅，488米，最高480米。睇嚟我头先行咗个好偏僻嘅位置，怪得咁少人啦。西广场真系最旺嘅地方。安全取票是经过为主管消费者表示安全，请您停队及有效证件。排住队去厕所啊！阴公，哦，博紧纪念品。好多嘢啊！呢顶帽仔就39、49，呢简单好多嘢。锁匙扣咧49蚊。100蚊啫喎，都系啲宝石塔贵啲。哇，9000。合金塔。这个这么简单？几重手啊？太简单了。几重手啊？109蚊。还有小的，这个才大。另外两个颜色，小小支就69蚊，120蚊。呢支发光嘅109蚊，呢支发光嘅109蚊。99蚊。啊？这个。要彩色的这个是吧？这个像我看，这个好不好看？你等一下，妈妈。请让一让啊，不好意思，让一让。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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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on Tower How much? 目標價這個價錢是Canton Tower两件188。
白色同黑色有帽，哦，啲帽就89元。呢顶帽都几 Q。即系俾你啊！老港新游做乜事？拜乜神？过乜节？这个呢？45元？咦？都系呢个抵喎吓！大话港府。哎，我想请问，这两本有什么不一样？换了没有？没有，这个多少钱？99。这一个上册，一个下册。哦，总分上下册，上册下册。哦，48元。啊，这个得意喎，这个啊，这个有意思。啲水要钱啊！呢啲诶，唔该，几钱啊？5元。哦，广州塔，诶，嚟到啊，帮衬吓。冇所谓啊，系嘛？广州塔没票了，不用问了。啊，蜡像馆啊，这个广州塔蜡像馆啊，阿昂斗在这里，我就说哪个人冻在这里那么久啊，原来是他。呢度又是人群聚集位喎，我记得对面有个集市噶，撤销咗，莫非？龙年就同龙拍翻个合照啦。啊，对面嘅集市闩咗啊！少咗一个去嘅地方。要给你拍视频啦。个个都想同广州塔有个合照啊！哦，俾避人先。系站啦，嚟啦！太多人影相啦。要有一点台阶没出来。一边行一边避人啊！要。在路
不要等会哈。我一星期你不拉。那我给你上班了。哎，快点点多。别人的赚钱的都在这儿。哦，前面是地铁站入口了。我已经抓走了。快点去拿椅子来，快点啊，佩丽，佩丽你去啦。快点啦，我在这等你们呢。你交作业还得交作业才开心的对不对小兵去了到处都限制着人流啊没有工作认不出来了走吧这个是三号线广州塔站首班车6:12或16，夜班车是夜晚11:30。A 出口一出嚟就是广州塔啦。今日的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多谢你的收睇，下个视频老金同你不见不散。